哎，说到这个肖指导了，我们现在要吐槽一下教练，女队员给他起了外号“钢哥”，钢铁直男说的就是他。曼玉着急，肖指导也着急，肖指导一着急，头发都没了。原来啊，肖指导是一个只用洗发水的男人，飘柔就是这么自信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只用沐浴露，没准只带洗面奶。那还自信吗？现在依然很自信，为什么？因为肖指导帮助张继科完成了445天大满贯的这个梦想。这位奥运大满贯教练是他，确实牛，苦练是他的核武器，绝活发多球。